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能在贝学院在这里跟大家来畅谈我们幼童军的《葵花宝典》《九阳真经》《般若波罗蜜心经》，这是一个幼童军团长呢不可或缺的哦的宝典啊。那所以说，幼童军团长，一定要能善用它，而且好好的来做这方面的探讨与研究，最好呢也是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就是运作幼童军全部所有的操作里面的一个环节，然后也让我们的童军创始人贝登堡将军呢他真正当时他的教育以及他希望儿童青少年对于丛林或者这一些所有的动物生命们产生的一些连结与一些启发。所以说我们幼童军我们真的是希望他可以借由丛林奇谈的这一本书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哈。那首先一开始的要介绍丛林奇谈这本书呢，它前面呢，书本里面有的我们就不在这边赘述了哈。那我尽量的在这边做一些简短的一些可以来运用的一些方式。我们团集会里面融入的这个丛林奇谈，我们应该必须要有所谓的一些章节了哦。那在这些章节里面，我们都可以利用在所谓的动静唱跳玩坐演尤其是后面的演，我相信很多幼童军在他的进程手册里面也都有就是他曾经听过丛林奇谈的故事几则或者是他能饰演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团长们来做筛印认证。那在这个团集会里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还可以借用一些道具来让我们的故事丛林奇谈在讲述的时候能更丰富，我相信也有很多团长真的非常有心都会去买一些所谓的立体书或者是图片动物的模型甚至我还曾经有看过团长真的会做出来这一些所谓的动物的头偶，然后装上布袋戏的身体，然后自己制作这些道具，然后用布袋戏的方式来叙说丛林奇谈就把这个人物背景呢事实上做得惟妙又惟肖那这个布袋戏也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台湾的国粹那如果也可以这样子来使用来制作这些道具也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亲手画纸亲手画纸我通常的话上课我大概都会用亲手画纸比较多，因为我们有时候引述的时候或者是希望有那一种让孩子有一个印象那如果每个团长的话也可以学习到所谓的亲手画纸，不管是在白板上或者在黑板上那你都可以画到惟妙惟肖的话，真的也是很让孩子们坐在非常可以讲说非常崇拜的然后甚至更简单的做法的话也可以用字卡书写每一种动物它的名字或甚至说实在是它的习性等等那用字卡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讲述的一个道具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再来就是丛林奇谈相信团长们应该都有看过我们总会里面所贩卖的这上下两册，那这上下两册的话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认为大家还是去
熟读它，哦，然后去会意它，会更好。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总会给我们的一个版本啊，哦，那到底有没有跟原著的是一模一样？我想应该还是会有所差异啊，因为这毕竟还是，重新编撰的。我在今天讲课之前，我有上了两部我们电影的哦，与森林王子啊，哦，跟与森林共舞哦，这两支片子啊，然后里面有这个讲述者，然后来演绎整个一个电影动画里面所有的情境的一些关联哦。那跟我们童军总会的版本完全也是不是相同的哦。那所以说包含卡通的一样，迪士尼的卡通也一样哦，事实上都有一些出入。那我通常的话在幼童军在团集会的时候我都会请他们哦，如果我下一次我要讲述的故事之前哦的章节之前，我都会请他们自己先上网去搜寻，然后找寻这些影片来看，让他呢心里面最少哦有一个印象。我们版本非常非常的多啦，事实上每一位服务员哦，幼童军的服务员如果担任到这一个讲丛林奇谈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都希望说实在的，你可以讲你自己的版本，哦，就是因为你已经融会贯通了，而且也融入到你自己本身的生活常识，或者是你应该有的认知上，哦，然后来做这一些的讲述，哦，融合起来，变成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版本，而不是按本宣科一样哦，就是按照了你现在你所拿到了这《丛林奇谈》这上下两册，然后来讲解，我感觉这样是会比较枯燥乏味的。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是讲你自己的版本像我自己，我就大概有两个版本哦，两个版本，而且针对呢，是在一个进程里面呢，或者是全部孩子里面来讲的，应该就会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啊。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们通常话来讲话是单一的一个小狼哦，所谓的我们幼童军的话，羊狼鹿豹。如果他是刚新进的，那我们当然一定会从毛克利进入狼群的这最前头开始讲述，对不对？那如果他已经是参加过进程，也达到了所谓的鹿跟豹，那你不可能再从头开始讲哦，大概就会讲到我们每一个章节里面，然后前面的大概都会稍微提起哦，然后再来带入我们整个一个章节的环节里面。同时呢在我们丛林奇谈这里面所有的典故里面去安排所谓的动静唱跳玩作演这四个步骤这八个步骤，这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哦。因为比方上来讲，毛克利进入狼群这一个，我们可以唱什么的童军幼童军歌或者是我们可以带入什么样的一个童歌童谣来带孩子然后让他有一点点连贯，然后再来你必须要去玩什么游戏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在我们讲述故事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这些相关的额外的预习教育，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让他更有感让他更有感，然后我们再从这些游戏里面或者这些唱跳里面，我们再来来让他们去反思或者是提到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然后或者是更带入，让他们能从中更了解更多。这是我今天讲课的开始了
在座的各位团长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问的地方或者指教的地方？有吗？愿意反馈一下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从丛林奇谈毛克利进入狼群这一个部分来开始好了哦。我通常如果在新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小狼们他们刚开始来上第一次的团契会哦，然后到第三次，大概在这一次三次里面的话，我大概就会跟他们讲他们为何称为他们叫做狼宝宝，哎，是小狼啊，哦，小狼，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是小狼？然后我就会引入我所想讲的丛林奇谈的这一个一开始的部分哦。毛克利到底是自己到狼洞里面去的，还是因为真的是黑豹巴西拉他因为发现了这个小孩子，然后把他叼到狼的那个洞口然后去让狼爸爸狼妈妈他们去知道说有一个人类的小孩子来。我感觉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点逻辑性啊齁，所以说我大概都不会像我们这些动画尤其是森林王子，他一开始他是在讲说毛克利是怎么样进入狼洞的。那我首先我自己的版本的话，我大概我都会讲说有一对新婚夫妻，然后也刚好生了一个小孩子，然后他们呢因为要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去开创他们美好的人生，然后去努力创业。那结果呢，他就惜家带眷呢，吼，把妻子跟小孩子呢带着哦，然后要到另一个美好的世界，然后去开拓。在这个同时呢，他们呢一直走，然后有一天呢走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天呢即将快要黑暗，夜晚来临的时候，就在傍晚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想说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然后来驻扎，哦，然后他们就把马车呢停下来，然后把马呢牵好，然后绑好，然后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即将要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营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有没有团长知道？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有吗？反馈一下吧。如果你到了一个营地的时候，那你第一件事情，你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应该要做些什么？有吗？好，来，小三，你说。先把住的地方要下来。他们是驾马车啊，这是我的版本哦。我先讲，他们驾好了马车，然后把马牵好、停好，然后呢，好，那现在呢，整个家当呢都还没有搬下来之前，然后呢，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他们要在这边驻扎。驻扎啊，那应该应该要做晚餐，做晚餐的东西，把它先卸下来。对，要煮饭嘛。那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去捡柴火。对，柴火，因为呢，柴火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嘛。一方面煮饭以外，我们也知道，动物事实上野生动物都非常的惧怕什么？怕火。怕火。怕火。那我在讲述的时候，说在跟孩子们这样子来来去去的这样的访问哦，事实上得到了也很也有很多的收获哦。事实上我们到野外如果要扎营哦，那要开始的时候，说在第一件事情的东西都还没有下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是先找水源，然后找柴火。
好，那就是要先生火哦，生火起来。一方面的话来讲话，也是怕等一下天黑了哦，再来就是要煮饭，然后再来就是要防御野生动物们的攻击哦，甚至来侵入。所以说这一点呢，我感觉哈，一定要跟孩子们说，要有一个互动哦，让他们产生了很多的联想。然后呢，大家答案出来的时候啊，再跟他们讲啊，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子的，应该会比较合乎常情啊。哈，好，那首先的话要生火，那在这个同时的话，我又会再反问了，我们在森林里面，我们有一种动物，它是最不怕火，而且他们是森林里面的消防队员。哦，这个就奇怪了哈，大概没有几个孩子答得出来啊。啊，在座的团长们，你们知道哪一种动物它是不怕火？它看到火之后还冲出来把火踩熄的，有吗？什么动物它会看到火它就会很紧张，然后出来灭火？你们知道吗？哈蒂，大象不是，但是，它算是森林里面，第二大身材的。第二大身材应该是，对，有人知道吗？反馈一下，有上迪士尼动物星球频道应该也都有看过。好，反而说实在，我带了好几个学校的团的孩子们，其中就有学生说实在他知道的，而且他真的是有看过这样的影片介绍。好，告诉各位团长哦，答案是犀牛。犀牛是看到火就会出来灭火的其中的第一种动物哦，真的很神奇哦，在这边就顺便公布了哦。好，那这种犀牛呢，它是灭火的。好，这一对夫妻呢开始生起火来的时候呢，火就会慢慢的着了起来，然后呢妈妈呢就要是准备今天晚上要吃的食物，对吧？哦，然后爸爸就帮忙呢，把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要用到的东西呢也顺便下来。那请问一下，我们是要睡马车下面还是睡马车上面？上面、有没有人要睡马车下面的？有没有？睡哪里会比较安全？应该没有错，小德团长说得很好，应该绝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睡马车上面啊，因为第一个我们也要防草嘛齁。所以说睡马车上面的话，因为它也是离开地面齁，万一有蛇一些不必要的昆虫啊，事实上真的是不要睡地上，不要直接睡地上啦齁，尤其是在野外的时候，甚至包含我们同军，我们在野外过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是在我们最少也要有个地垫啊，不然的话我们地上的话一定也要最好一定都要撑高齁，睡在上面齁，这是有一定的准则的，而且说实在有一定的学问在这里面齁。好，那爸爸妈妈呢，他们就准备在做晚饭了。那请问一下，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他们是一家人的，所以说当时他也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也是沿路这样子旅途非常的劳累嘛齁，小孩子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有上了一篇在我们的群组里面齁，如果大家有看的话，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背，一是怎么样，二是怎么样啊，人讲一月囡仔会安怎，二月安怎，三月安怎，来，敢有人会晓念？用台语就好，还是用国语？来，那请一位团长来附送一次，好不好？小婴儿他从一个月开始到，我们在说的狗贼哦，一月困，再来咧，再来。有时间大家上去看一下好了，七尾贼，一尾困，二尾猫，三尾，鸭头，气病心，五七尾，八，十二七，
是一个八百九，来咧，好，十二亿十一家十二家。我们在介绍孩子的时候，说实在，顺便把我们台湾的这个啊通俗的俚语哦，顺便教孩子们，我感觉也蛮不错的，我就会这样做哦。啊，我讲毛克利这个阶段好了，毛克利这个阶段的话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所谓的七岁贝贝高发给啊，我记得是九个月是发芽，但是它是上面写的不是这样哦。啊，但是我们可以按照我所泼上去的这个来讲讲看，然后让孩子们说实在也对毛克利更有更深的一个印象，他是多大的孩子？好，这时候的爸爸妈妈呢会把小孩子呢就放在马车的旁边哈，马车的旁边，那因为他们要准备开始野炊嘛，对吧？然后小孩子说实在也不可能就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马车上面，那就会把它移到下面来，也方便来照顾嘛哦。当时毛克利应该是睡着的哦，那所以说爸爸妈妈才可以很放心的说实在去捡柴火去挑水，然后来烹煮的野炊哦，我们今晚的野炊。然后呢，在这个同时哦，哎，我们在这片草林、森林的、道路的旁边，应该都是长满的野草，而且都是一些所谓的芦苇啊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的一些灌木林了、哦、啊，此时此刻，事实上话来讲，他们在烹煮的时候，他们味道已经都散发出来，对吧？人类的气息或者是食物的气息就会散发出来。请问一下，森林里面的话，哪一种动物的鼻子最为灵敏、欸？有没有愿意打一下？啊？除了狼以外，还有哪一种动物它事实上鼻子也会非常灵敏的？嗯，有没有愿意提供一下？蛇。蛇事实上话来讲话，它的嗅觉不是靠嗅觉，它是靠它的所谓的蛇性哦，蛇性。然后听说它是有一点有，我们在说的红外线的那一种头脑哦的因素，然后来做导引的哦。蛇是这样子的哦，以我所知道的哦。好，那上面也有人说到是狗哦，那我刚刚都说除了狼以外。大师一点，狐狸也不错，狐狸也好。好，大象的鼻子的灵敏度应该还好哎。好，那我在这边我就顺便又把答案说了好了哈、哦。事实上，只要是猫犬科的哦的嗅觉，大概都会比一般的动物都要还要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养过小狗哦。事实上，小狗，你如果它是很健康的，你去看它的时候，它的鼻头是应该是湿湿的。这里面的团长有没有养过小狗的？有吗？还有养过猫的？有吗？养过狗。哎，养过的话，你有没有去注意它的鼻头的话来讲话？哎，它如果是醒的时候，它在活动的时候，它的鼻头都是湿湿的，有吗？有。哦，对啊，猫也一样哦。如果它生病了，你就可以确定它的鼻头，哦，它是干的，哦，它是干的。如果这只狗的话发烧了，它的鼻头一定是干的。如果它是正常的话来讲的话，它是哎，看起来是湿湿的，但是它不会很湿，摸起来呢也不会很湿。但是你的眼睛的视觉在看它的时候，说实在，它的鼻头就是湿的，哦，这是健康的。那为什么会说是狗跟猫呢？因为说实在，它们在活动的时候，他们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气息的味道，会经由这个鼻，我们在讲说鼻翼的这个部分话来讲话，它会时常去刷新哦。我们闻到一个味道之后，哎，还要再接触到另外的味道的时候的转换的交界，像我们人我们就比较没办法，我们马上闻这个，再马上闻那个，马上有时候嗅觉就会错乱。但是狗跟猫他们的嗅觉，哎，就不会哦。他们闻的说实在就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哦，此时此刻呢，在这草灌丛里面呢，出现了一只很大的猫科动物，请问是什么？熊。啊？熊。好，哎，那应该也不是啦哦。
事实上出现了一只老虎，好，老虎，老虎是猫科的吧？好，出现了一只老虎，那只老虎呢，躲在草灌木里面呢，啊，就虎视眈眈的啊，在望了这个啊，这对新婚夫妇嘛，哦，对，应该就是啊，已经注意了他们的哦，然后呢，哎，如果动物他们要挑他们自己的食物，请问一下，他们会挑最难下手来下手，还是最好下手来下手？来，请问大家一下。最好下手，下手。对，一开始的话来讲的话，如果这一只老虎它够聪明的话，它一定会去找最好下手的来下手，对吧？好，那这位父亲呢，跟他这一位夫人呢，两个人在烹饪的时候，这个爸爸事实上他对于聪明动物的习性啊，还有他各方面的生活常识啊，应该都有一定的水准啊。然后呢，也有捕猎过的经验等等。那所以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他就看到，哎，这些灌木林草，这些杂草里面怎么会有小鸟飞起来？哦，尤其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哎，小鸟飞起来，这代表这个草丛里面有什么动物经过，对吧？所以说才会让这些鸟类呢，哎，惊醒，然后说实在就飞起来哦，一群的飞起来。那爸爸就有所惊觉了哦，就知道说哦，那在我们这个驻地的东南方向哦，大概哎出可能会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然后这一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重量的哦的一只野兽。啊，但是是什么还不知道哦。那爸爸就开始要准备啦，因为心里面有底了嘛哈。请问一下，他要准备什么？他要准备什么？哎，请问大家一下，他要准备什么？有没有人肯回答我嘛？他要准备什么？来自我保护啊，自我防卫啊。他要准备什么？哎，都没有人愿意啊。好。准备我们这一堆，哎，火把哦，好，这个答案不错。好，再来，还有没有？就地取材拿了火，但是呢，我们通常，真的要到野外去的话，我们身上应该都还是会带一些家伙啦。大概你想应该要带什么？带什么样的武器来自我防卫？刀火枪，刀火枪。啊，猎枪啊，好不好？枪啊，啊弹，OK， 好，枪对了，一定要带一把枪嘛，而且是猎枪之类的吧，对不对？哦，好，还要带什么？如果你有枪，当然是最好，那还可以再带什么？防卫的武器。啊，大家再分享一下，好，就地取材拿火把啊，拿刀啊，对啦 ，Patrick 说得很好哦，当然一定要刀，还有呢？还要再带什么？你们都没有比那个我们的小狼还精彩，棍子哦，棍子，什么都没有，带一把棍子也好啦。对呀，对呀，对呀，对。好，剑呢？还有人提到剑，不错哦，Patrick不错哦，很有想法哦。好，事实上，大家一定都要有危机意识哦，所以说有时候。保护自己真的比什么都还重要，尤其是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啊，我像我在讲这个丛林奇谈的时候，故事的时候，我都会跟小孩子们这样子来互打、互聊，然后看看他们的想法哦。好，以上各位团长讲的都很好，真的都需要了。但是，这位爸爸因为说实在，我们就是要出去外面开创嘛，那当然一定会带着猎枪，当然也会带着刀。然后当然最好说是在如果可以的话就地取材那是最好的哦。好，此时呢这个爸爸呢看到草地里面说是在的动静越来越近哦，越来越近了，而且是慢慢的啊，他是听到看到哦，然后他也是不动声色，然后就告诉了他的老婆说，等一下有东西哦，他太太听到啦。哦，老公这样子示意他，那他就就地取材，他就拿火把，然后就拿着刀，哦，然后晚上说在切菜的菜刀，哦，然后走
就拿着。然后爸爸呢，请问一下，猎枪都是双管还是单管啊？你们所看到过的单管，那就比较落后了。但是这个爸爸是拿双管的，而且是散弹枪哦。好，这个爸爸呢，拿了这一把猎枪哦，就掏起啊，然后就两发装子弹。好，此时此刻呢，这一只庞然大物呢，就冲出草丛里面了，在加速度哦。那爸爸就看到了，从那个方向来，然后说在这样的一个速度哦，但是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爸爸当然就要先怎样开枪，对吧？砰砰两声，因为是双管的。请问一下，有打到吗？有打到这只动物吗？有吗？有的人举手。一样也没有人举手。好，没有打到，非常好。只有雅婷团长有回复哦，真的是没有打到。结果爸爸马上再装两颗，再打。请问有没有打到？还是一样没有。这个爸爸真的是要打屁股了，已经开了四枪哦，还是没打到。果真是没有打到哦。那结果说在冲到快到马车的时候，妈妈使劲的把火把一丢，请问一下有没有 K 到这只老虎？真的是，还是女人家比较厉害。结果她丢出去的这个火把真的是有把这一只庞然大物给 K 到了 ，K 到，而且呢，好巧不巧又 K 到他的眼睛。好，这时候这一只老虎有没有这样的？这只庞然大物到底还有没有勇气向前冲？有吗？有吗？应该是没有了啦。因为我也要节省一些时间，然后呢跟大家讲真的说在这只老虎，结果有怕到了结果这只老虎向后跑，要准备逃跑，但是他一开始他的目标的话是这个小孩子，对吧？好，那结果爸爸呢一样呢，在两发装子弹，看到了，这只是一只大老虎，而且呢非常的大，而且呢皮毛非常的不错。请问一下，这个爸爸要不要去追他？要追他的人举手。有啦有人想去追他啦好。谢谢。真的是要去追他嘛，因为说在当时虎皮价钱也很好啊，而且老虎的全部所有的器官啊都是非常有用处，而且一定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可以值很多钱啊也非常有价值。那爸爸当然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怎么有可能不去追他？而且他身上又有猎枪，对吧？好，爸爸继续呢，两发双子弹，也快跑前进，追了那一只老虎跑，就跑了，跑，妈妈看到老公跑了，请问一下，妈妈要会不会很担心爸爸？对，请问一下，妈妈要不要去帮爸爸？要吗？要啊！聪明的小孩子，一定要的嘛！一头老虎大概有几百公斤，大家知道吗？大概都在200公斤左右。听说一只老虎的体重大概能在200公斤左右啊，正负20公斤啊！好，如果又是一只公老虎的话，那重量又是真的不可小觑啊！那时候，所以呢，妈妈在想，爸爸去追老虎，等一下爸爸把他打死了，打到了，那有办法把他拖回来嘛？一定要去帮爸爸嘛！而且说在这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嘛，妈妈也没有多想，而且也会怕，先生搞不好出去也会碰到怎么样的状况嘛，去帮他应该的。好，妈妈就把他自己的家伙，什么东西？妈妈的家伙是什么？我刚刚有讲，菜刀，哈哈，说得好，真的有注意听。好，菜刀跟火把拿着，然后一起去追了爸爸。然后爸爸呢就在森林里面开始放鞭炮，对吧？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好，打得更精彩。那请问一下此时此刻他的小孩子怎么办？就被他的爸爸放鞭炮给吵醒了，对吧？
哦，因为本来他是在睡觉，然后开始哎、欸，哦这样的一个整个环节哦因素啊、之下，然后哎、欸、小孩子就被爸爸的枪声呢啊吵醒了。那请问一下，孩子被吵醒的时候，第一个他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大家知道吗？啊，我不晓得你们带过小孩子之后，还现在还回想得出来吗？哎、欸，找妈妈，对啦。不错，真的是好妈妈。当然呢、啊，孩子说实在，如果有一定大的时候，说实在，第一眼他张开哭的那一刹那，一定要找妈妈。啊，第二个要找什么？找妈妈要找什么？还有人知道？哦，有吗？有人要爸爸？说得好，好。此时此刻呢，这个小孩子呢，大概就是要找妈妈要抱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找妈妈一定要喝什么？要喝什么？来，各位团长，有没有？啊，对妹妹，对啦，说得好。小孩子哦，说实在，我最近我带我孙子哦，这三个月以来，我就感觉他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哦。刚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到他现在已经快100天了，他现在的头就会抬哦，就会抬，然后就很软，会晃。然后呢，一样跟他玩一下，然后他就可以睡觉哦。啊，睡觉起来，哎，肚子好像装闹钟一样，时间到了他就一定要起来干嘛？喝奶奶，很准哎、欸，三更半夜一样，四个小时一到，一定要起来泡奶奶。哦，那。所以说，哎、欸，小孩子会被吵醒，然后，哎、欸，爸爸，哎、欸，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小孩子，哎、欸，起来这找妈妈，然后一定要喝奶奶。好，喝奶奶代表肚子很饿了吧，对吧？好，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哎、欸，去抓老虎，然后小孩子呢找不到妈妈哭，然后边哭的时候呢，哎、欸，一样要找奶奶。此时此刻，哎、欸，人类最饥饿的时候，他的嗅觉。也不会输给狗咯，结果他就是闻的奶香味，朝着这个奶香味呢爬，哦，就边爬边喊妈妈奶奶，妈妈奶奶，哦，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闻到奶香的地方去，哦，的方向去了。那时候，哎、欸，爸爸妈妈他们去追老虎嘛，也不晓得小孩子离开了营地了，哦，因为说实在肚子饿嘛，哦，就离开了，就寻找。本能哦，生命的本能啊，寻香去了。好，这是毛克利离开了我们啊一开始驻扎的营地。然后呢，哎、欸，他在边爬的同时呢，哎、欸，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情景呢换到了狼洞，哦，狼洞。那狼洞呢，有一对也是新婚夫妇哦，然后呢，他们也结婚了一段日子，然后刚好呢，这个狼母呢也怀胎了哦，也怀胎了。那怀胎了呢？请问一下大家哦，有没有这样动物的一些常识？请问一下，狗跟猫几个月生？怀孕了几个月生？有没有要回答？知道的人举手好了。没人知道。哎呀，真的都比我们，家的小狼有一点逊色一点哦。两个月，哦，两个月生哦，两个月60天。夏天的话会提前，冬天的话会往后，哦，大概就是60天左右，哦，两个月就可以生产了，哦，就可以生产了。好，这时候这个狼妈妈就是已经足月了，哦，也要怎样临盆了，哦，然后呢，哎，这个狼妈妈呢，哎，就示意了狼爸爸说，等一下我要生小孩子，等一下我生完小孩子的时候，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奖励呀？好，那之后这个狼爸爸。哎、欸，他第一次当爸爸嘛，他也很高兴。等一下哦，你生的时候我就出去外面，猎食，哦，很多很多的美味回来给你补身子，哦，然后我们来庆祝一下，哦，那讲到让狼妈妈也非常非常的啊心花怒放哦，然后也忘记了肚子真的很痛很痛哦，好。然后两个人交谈的时候，说在狼妈妈肚子也真的越来越痛了，越来越痛了。请问一下哦，你们有看过动物他们在分娩吗？你们有看过吗？有吗？都没有。
我感觉大家真的有那个机会的话，也可以来亲身经历看看哦。好，他就会先把胎盘坠下，哦，他会有从胎盘坠下，然后落下来，那就知道说实在的，这些生命呢就会朝落下了这个地方哦，成了一个导向哦，导向，然后就会把它们分流出来。好，那狼妈妈呢，这时候呢，说实在，她的胎盘已经玻璃已经露出了已经掉在他的阴部的一个那个位置，那狼爸爸就知道说啊，快了快了哦，这样小狼呢，已经快要出事了哦。好，那狼爸爸就跟狼妈妈讲说啊，不然你生好了，我就不陪你了，我赶快去跟你找吃的哦，没事，回来给你好好的补一补哦。那就告诉狼妈妈，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很安心的离开了嘛哦。好，这时候的狼妈妈呢，哎呀。我们女孩子、生孩子应该都会惨叫，而且都会骂那个死没良心的，啊，就会骂他哦，啊，怎样啊，怎样啊，哦，那我大概我会用比较好玩的，然后来吸引小狼他们的目光，也让他们知道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的一个过程哦，怎么样的一个降世哦，来世的一个过程，让小狼们他们大概可以。了解，而且也可以体会到，哦，体会到。好，那时候狼妈妈呢，就肚子一直痛，一直痛，然后想生，哦，想生孩子。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会问小孩子，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士奇？哦，小孩子们有看过，甚至有看过阿拉斯加，哦，阿拉斯加，哦，大概你们如果有印象中的就是雪橇犬了，哦。阿拉斯加哦，跟哈士奇事实上他们都是雪橇犬，而且他们离狼的血统是较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就是说狼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哦的动物。那跟孩子们这样讲完之后啊，我甚至还会给他们一个谜语哦，就是让他们猜。通常我们狗有分小型、中型、大型犬，那请问一下。大型犬的话来讲的话，大概他们的生育力啊，大概每一次的生产大概会有几只，哦，啊，小型犬大概会有几只，中型犬大概会有几只，大概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大概都会提。大家都有看过可鲁的电影嘛？哦，有吗？有看过的举手。啊，也都没有啊。哦，有哦，有好。好，导盲犬哦，说到导盲犬，大家都知道了哦。应该像黄金猎犬啊、拉布拉多啊，这些都是很，就是属于大型犬的这个部分哦。好，那，哈士奇跟阿拉斯加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大型犬哦。那我们一般的常识上来讲的话，越大的犬类的话来讲的话，就会生越多，越小的就会生越小，像。比方说来讲，真正马尔济斯它能生的最多，应该不会超过四只啊，通常都是在两三只啊左右。哦，除了你那只马尔济斯真的是我们在称的，就是它已经变成马尔大马路的那个，可能会超过三只以上，不然应该正常纯种的马尔济斯大概都会在三只以下。哦，那是小型犬，那中型犬大概就会五六只，最多的应该也不会超过八只啊。哦，如果有超过。超过那种记录的，应该，在我专业的判断上的话，都可以打上问号。好，那拉布拉多的话，我曾经接生过最多到13只，哦，13只。那这只狼妈妈呢？这只狼妈妈呢？事实上，它只有生了几只，你们知道要不要猜猜看？好，这只狼妈妈呢，每痛一次，它就知道是三个孩子。然后就会，低估的骂狼爸爸哦，这个真的实在是，以后下次我再也不要了，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哦。好，那就生，他就是会生到说在昏昏沉沉的，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哦，到了这样的一个昏厥的一种状况了。
这时候的狼妈妈哦，说实在，你可能你叫他，他都不会，他就懒得理你。好，此时此刻呢，哎，我们这个小孩子呢，哎，就慢慢的，好像就快到了狼洞了。好，请问一下哦，这个小狼生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会到哪里去？你们知道吗？有没有要说一下？啊，他从妈妈那里生出来之后，然后呢，哎，胎盘破掉了，羊水流出来了。有些妈妈会比较尽职哦，狗犬妈妈或者是猫咪妈妈，他们有的比较尽职。说实在，他们真的是会用舌头去帮他舔自己的小孩子哦，把他舔到可以感觉快干这样子哦，然后甚至呢还会帮他们咬到他们的脐带。啊，甚至有一些小狗哦，或者这一些猫，哎，他们妈妈如果都没有帮他们处理的话，事实上只要等到环境如果适当干燥的时候，事实上它那个脐带也是会自动剥离的哦，这一点你们是可以放心的。好，第一个动作的话来讲的话，就会朝着他妈妈的内内那边，然后去找哦内内喝。哦，这是动物，每一种动物大概的生存本领大概都会是这个样子哦。从它出世，然后吸上一口气之后，开始慢慢有意识之后，然后第一个方向一定都会朝着妈妈的啊，那个内内那边前进哦，然后就会去吸第一口的啊，奶水。那生，然后呢，每一只呢。小狼们啊，就会去吸到妈妈的那个啊奶水。那这时候，这个小朋友呢，这个人类的孩子呢，也刚好爬到了这样的一个狼洞口，然后进去了到这些跟这些狼宝宝们哦，这些小狼们啊，一起抢妈妈的啊奶奶在喝。喝。请问一下，狼妈妈她会不知道吗？请问一下，知道人举手。啊，妈妈知道。哦，真的有人举手了，好，手放下，谢谢。事实上，狼妈妈不知道，因为她已经痛死，而且非常非常累，对吧？好，此时此刻呢，这个人类的小孩呢，跟着这些小狼们呢，全部都和在一起了，啊，都在那边喝妈妈的，奶水呢喝得津津有味，而且呢，真的大家都互相抢食的。这时候呢，狼爸爸回来了，狼爸爸很高兴啊，因为说在没有听到，自己的太太呢，在骂他了嘛，对吧？哦，而且也非常安静，而且有听到，小狼那个 baby 的声音，的在那边叫的声音哦，狼爸爸说实在，整个心情就非常非常的。快乐嘛，就感觉啊，我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啊，真的，我当爸爸了，对不对？有这样经验的男生伙伴来举手一下，曾经当过爸爸的那一刹那，我当爷爷的时候，说实在，我也很高兴的，真的非常很高兴，而且说实在，我感觉我整个人也是轻飘飘的哦，那种喜悦真的很奇怪哦，小的团长不错，还记得哦，当爸爸的那种心情，好。那时候爸爸呢头探进去蓝洞里面看了，问狼妈妈说，老婆，请问一下你到底生了几只小狼啊？请问一下狼妈妈怎么样回答狼爸爸？有没有人要发言一下？来，我们互动一下，请问一下狼妈妈会怎么回答？你去死啊，我偷死啊。小日团长最配合，还有没有？另一位小德团长啊，发言一下吧。啊，这时候狼妈妈会怎样回答狼爸爸？不回答。好，这时候呢，狼妈妈呢就跟狼爸爸讲说，只要你看得到，都是我生的，这样好不好？够理想吗？因为狼爸爸就在想说，这几只怎么每一只都跟我长得不一样啊？好奇怪哦，尤其是那一只全身都没有毛的最奇怪。哦，
当然他一定要问他自己的老婆啊，你到底帮我生了几次、啊、哦，然后呢，哎，才可以确定，哎，哪几个才是真的我自己的亲儿子啊？哦，亲女儿、亲儿子啊、哦，啊，事实上我在带幼童军的时候，我讲到这边的时候，事实上我都会讲到更花俏一点，而且说在我会讲的再更好玩一点，让他们说实在觉得他们自己每一个孩都是宝哦。好，然后呢，郎父就问郎母说。好吧，你既然这样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只真的比较不一样，哦，那其他的颜色也不一样，但是呢，我要帮他们取名字，哦，好，第一只呢叫做棕狼，第二只叫做黑狼，第三只叫做灰狼，第四只叫做蓝狼，啊，这只没有毛的呢，怎么办？好，那个妈妈就跟他讲，都是我生的。没有毛，我们就希望它的毛长好一点，长多一点，以后呢会衰一点，我们就叫它毛颗粒。啊，这是我跟小狼他们啊这样的一个做介绍了、哦、所以说他们都知道说哦，原来我就是毛颗粒哦，原来我的最大的大哥他就是棕狼，二哥就是黑狼，哦，然后跟他最好的那一只哦，将来是最好的那一只狼灰狼。是他的三个，哦，然后跟蓝狼哦，就是我们童军小队，的颜色的区分大概就是从狼部开始取名开始的哈、哦。好，然后狼部呢，他心里面也会有所，有所怀疑啦，我们不要说有所怨啦，因为说实在，怎么会生到一只跟我不一样的，对吧？好，这是毛克利进入狼洞哦的一开始，那。这个我们可以玩什么游戏哦？很重要吧？因为我有说过，我们每一次讲故事，或者每一次团集会里面，我们都要设计好，把动静、跳、唱、玩、做、演，都要把它做到，哦，尽量做到。但是我们要取到它的这一些部分出来。好，从这只老虎开始，我们就可以唱两只老虎，哦，两只老虎。哎，小孩子也很喜欢玩哦，怎么玩？两只老虎大家都会唱吧，对吧？但是大家有的因为幼稚园老师有的也都会教的不一样哦，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对不对？哦，或者是没有什么、哦、没有耳朵的也有，那我们就把它统一。那唱过几次，唱到大家都朗朗上口，而且欲罢不能的时候，哎，我们就来定规矩，哦，定什么规矩啊？老虎不唱，哦，两只老虎不唱哦，那后其他都唱，对不对？好，那也会很好玩，但是有些人就唱到欲罢不能，老虎他还是会唱，那我们就来稍微的啊，来加冠于他哦，哎，就是你可以说处罚，我们也不要说处罚，我们就是说让他更特别一点，看是要让他顶一张纸啊，还是干嘛啊？哦，然后就是丑一丑二这样一直加上去哈，小孩子就会很好玩啊，因为他就会很有印象啊，爸爸去打老虎，然后妈妈。追着爸爸去，对吧？好，那再来呢？毛克利金登陆到狼洞之后，我们还可以玩一个游戏，玩什么游戏？幼童军是可以玩的哦。我感觉，当然它有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只是说不要走太远，两只手爬行，然后抓两只脚。这个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抓，有没有玩过、哦？有人把它那个名称叫做什么“老汉推车”嘛？吼、哦，抱着。啊，前面的人的脚，然后让他两只手走，那个也是可以玩的，哦，那，唱跳，然后还可以玩什么？还可以玩什么？好，还可以玩一个啊，爸爸妈妈说实在，他们回到营地之后，找不到他自己的小孩子，对吧？然后因为这个小孩子已经到了狼洞里面去了，那爸爸妈妈这边也可以做一个游戏，哦，可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每一个情节的时候。啊，反顾的时候，啊，我们都还可以再加上游戏或者是一些歌曲哦，随着大家说实在的经验，然后慢慢的累积起来，然后就可以做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对于所有动物上哦的习性啊各方面啊去多做一些了解，那你才可以把我们丛林奇谈说实在讲到，让小孩子听得非常津津有味，而且
还想再知道更多哦。就比方说来讲，有一些家庭事实上他们是有养狗，哦，甚至有养猫的。那在这个同时的时候，说实在，你就可以跟他们产生到一些共鸣之处，哦，那这些孩子们说实在就会很幸福这个团长，哦，那对于将来自己在带领他们的时候，说实在，他们会更容易去接受你，而且愿意听从你自己，哦的指示啊，哦，来做，哦，所以说丛林奇谈，一开始整个环节里面，如果可以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加上你个人的生活的经验呢，或者一些尝试等等，哦，来加进去。所以说我跟各位讲，团长们，你们自己真的都要有自己的一本丛林奇谈，哦，就是自己真的能多去了解的，哦，然后来传输给孩子们，然后让孩子们越来越喜欢。哦，我们团体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某一段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说团长要讲丛林奇谈故事，我可以跟你讲，哦，每一个人说实在那种期望，哦，那种喜悦，真的说实在会让你自己感觉到真的好快乐哦。我们每一个团长说实在真的都是孩子们他们的宝藏，哦，他们可以在你身上说实在挖到很多很多的宝，而且可以学到一些他们没有真的书本里面所没有的一些知识，这个才是我们服务员说实在应该有的，哦，一个本职学能吧，我应该要这样讲，应该是说应该要有的一些所谓的专业素养。感谢刘教练，刘教练你上来了，感谢你啊，真的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朋友，我永远祝福你，祝福你健康，祝福你。感谢观赏费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